视的演员谁还没有点拿手绝活呀？大哥，给点劲儿！老秦真的是除了脑子，万物皆可赚，就连大侄子他都没放过。孟鹤堂肯定是有点功夫在身上的，说他没练过我真不信。周成的笛子配上九男的舞剑双绝呀，刀剑如梦的氛围感直接拉满。双手打玉子可是张玉雷从小就掌握的技能。岳云鹏的这个棋一般人还真比划不好，连春晚都认证过。这是九，比划的久啊，这是七，越过了一道弯，懂了，七十七，哇！一生只为你一人，素手弹三弦，跟吉他合奏，这是什么神仙搭配？真是没有点才艺，不好意思上台，给我吹爆二哥的翻跟头！给我手跳舞啊，走啊，对，走走走走走。是九子科捧哏必修课吧？二小啊，你脚底做么呀？我抽你！你们九子哥捧哏都爱揪头发是不是？我是你爸。擦擦擦！来来，大家做头发是不是？来啊！九子哥，你管他。